一仔小宝贝，今天你跑不掉了，乖乖跟我回去交差。这么美的夜晚，最适合跳扣咔咔召唤之舞了。它真的有用吗？甜心妈妈说过，我们美食精灵可以通过召唤之舞和扣咔咔对话。好吧，我们试试，说不定能连接上扣咔咔。耶耶！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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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难道是？啊，肯定是制作美食能力的一种神秘仪式。啊，果然没错，哈哈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哎呦妈呀！艾伦，起床了！艾伦，起来，快起来玩啊！艾伦生病了，艾伦生病了，难怪不理咱。我要给艾伦做能恢复力量的太阳丸。兔丸子，收集食材，出发。让你抓一仔，你却录了个破视频交差。老板，这可是宝贝。是那个小东西制作美食的方法。只见他跳呀跳，突然就发出亮光。那光差点亮瞎我的眼，我都感觉自己好像有了美食力量。今早做的煎蛋特别的好吃，还不快去，做不好食材的钱从你工资扣。是老板。妈呀！老板，我做的蛋糕。你这就是你说的美食力量。还不快去抓人！什么事都办不好，得赶紧把小东西抓来，把这一大堆的麻烦都解决掉。兔丸子，这里也有好多食材啊。老板，这可是逮住他们的好机会。去准备些高级坚果。好，老板。今天没空陪你们玩，艾伦还等着我呢。乖宝贝。哎呦，去！大人是不对的。
哎，好大的核桃！这些全都免费送给你。太好了，可以做更多的太阳碗。我还要把最高级的厨房免费借给你。给我好好看着。是，老板。完美，从此我便能恢复味觉，赚个盆满钵满，解决美食城的危机了。雅敏，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客气什么呀？一仔，一定是一仔，快点，别磨蹭了，我们现在就去美食城。集中点精神。更强更强！这是艾伦的。这是什么好东西？从没见过。妈，你们其他美食呢？没有其他的，就这一个。就一个？好吧，给我，我要下班了。哥，穆老板说这是免费送我的。那是骗你的，快交出来。一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老板，小东西拿着美食跑了，抓不到，你也别想下班啊！把美食给我抢过来！给我上！一泽，艾伦，小东西，你这辈子也别想出去。一泽，变身超级一泽，可敢哥哥。吉仔前来报道。停下！停下！我晕车！好玩，再来一遍。吉仔，放下穆老板吧。我还没玩够呢，他们骗我要抢我的太阳碗。你看他都转晕了，惩罚也够了。你就原谅他们吧。那好吧，他们也送了我很多大核桃。我们还是好朋友。谢谢你，明天我们继续跳扣卡卡星球召唤之舞吧。好啊，不过这次我得把喷水器都关了。大家好，现在是晨报新闻时间，今天
天对于方城市的居民来说，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天。一仔，一仔，一仔，快醒醒，快醒醒啊！出大事了！一仔，一仔，航天城发布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消息：航天城面向社会招募一男一女两位普通民众，经过严格的训练选拔后。将参加不久之后的太空旅行。太空旅行招募？没错。我们该去别的星球了，你有更多的冒险，更多的朋友了。不是去别的星球玩。我心中永远的女神美食女王代言这次活动。假如我能入选，就可以跟我的美食女王一起遨游太空了。老板，以您现在的年纪去参加选拔，其实更适合留在这里主持大局。而且美食女王应该也不会去参加选拔。那么我应该有个更好的计划，比如说为这次比赛的志愿者免费提供三餐，然后我就可以用您的诚意打动美食女王。没错，就是这样。老板高明。结果只有艾伦一个人去参加宇航员选拔了，还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封闭训练。而我要在家里看着一仔和兔丸子。但是艾伦既不擅长运动，又不善于交际和集体生活，应该会吃很多苦吧。传奇美食城为新一代宇航员加油，并提供每位又免费的一日三餐。这些太空餐太难吃了，毕竟上了太空就不能挑挑拣拣了，还不如啃面包呢。面包并不适合当作太空食品，当然太空餐也不该那么难吃。这些太空餐的生产商简直就是传奇美食城为未来的宇航员提供新鲜太空餐。又是太空餐？我们提供的太空餐可是免费的。可我们的食宿本来就是免费的。但是没有我们提供的食物充满诚意。咦，我看见了谁？为什么你也在这里？没有看到小外星人，他们不是形影不离的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什么问题？航天城的食堂又不好吃。吃货的脑袋真是搞不懂，真为你的智商着急啊。能吃是福，哼。还以为来这里会见到老爸，结果他竟然说不能干扰我的训练。好想吃一仔做的美食，好想回家。我好像想家了。我只是离开家一个月而已，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一仔回家啊！我必须抓紧训练，通过这次选拔，不让一仔失望。尽量拖延时间，找到艾伦的房间，安装窃听器和监视器，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找到那个小外星人。仔细听我说行动计划。小外星人一仔刚刚跑过去了。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呀。今天的午饭怎么还不来？今天大概是饥饿训练吧。一仔觉得家里很无聊，自己跑到航天城来了。他们跑哪里去了？妈，你上吧。就没有人陪我玩了，来追我呀。检测到受训者加速，跑道开始加速。这运动速度是根据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调整的。对，前面那个家伙跑慢点。哥哥哥哥，站住，别跑了。你喊他站住，他就会听你的，真笨。
前面的家伙再跑快一点。好的。赖骨头，我恨你。训练结束，恭喜你打破耐力训练室历史记录。耶！一层，啊，艾伦，这个地方真好玩。不能玩，不好玩。这东西看上去像飞船，但为什么这么小啊？这东西要起飞了吗？鼻子，快离开那里！那个不是。模拟飞行训练开始，请做好准备。原来是训练用的模拟飞船啊！小家伙，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操纵了飞船，但我不会让你得逞的。鼻子，小心！我的跟一级级代购完了，耶！可是为什么还不飞呢？一定是出毛病了，让我来帮你们一下。我又失败了，我最讨厌工作了。超级一仔前来报道。起飞吧，我们一起去太空。一仔，别。我发誓再也不靠近飞船了。艾伦，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毁坏飞船模拟器的，但是你愿意承担责任，就免去你候选者的资格作为惩罚。艾伦，飞船起飞了吗？一仔，抱歉，我又失败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继续努力找到送你回家的办法。我相信你。头上有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艾伦。